那今天呢，我们大家准备一锅卤汁，全部的这些的香料部分会依照你的卤汁的多寡去做增减哈。黄色豆干呢放在砧板上，我们利用这个竹叉在豆干上面很任意的戳洞，让豆干的表面呈现一个洞一个洞的，使这个卤汁很迅速的入味。好，我们将这个很随性的这个戳完豆干呢，直接放到卤汁当中，然后煮沸之后呢，我们必须要把它转小火，转小火之后呢，10分钟就完成了哈。